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Manhand One TV， 我是甘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，是我们要如何自救。大家都明白吧？自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自己救自己嘛。万一当我们身边没有任何人，只有我们本身需要自急救的时候，我们至少可以自保吧。以下的这几种方法呢，无论你是小孩，或者是老人家，或者长辈，你们都适合用。这些方法呢，排名不分先后，因为只要你认为哪一个方法适合你的话，你就可以拿来用，或者你可以分享给你的让你的家人知道，他们万一他们有这种急要的事情的时候，要如何自救，自己救自己。呼吸很困难，第一个方法你可以做的就是或者叫他们自己靠喉咙，靠喉咙，不是让因为然后让他们呕吐，还有就是说他们也可以深呼吸，然后或者是多喝，或者是喝水，然后漱口，这几种方法都可以。通常很难呼吸都是因为喉咙被塞住，或者是呼吸困难吧。还有就是打喷嚏，这几种方法呢，也可以让当事人有机会能够呼吸，然后呼吸顺畅之后呢，才看接下来要怎么做。那个人呢，他可以去冲凉房，然后冲凉，或者是去上厕所啊，大小便啊。在冲凉的时候，他们也可以呼吸。当他们的水，水龙头冲水的时候，他们也可以从中吸取他当中的氧气。如果说老人家他们有家里没人的话，尽量我们的椅子桌子呢不要摆放的很紧密，就是说万一他们经过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了，那个桌子椅子呢可能就很容易伤到他们的头部或者是身体，危险呢就比较高。家人陪着老人家，尽量不要让他们跌倒，然后注意他们的饮食。通常很多人很难呼吸，都是因为有可能他们穿一些紧身衣服。那么如果你尽量穿的比较轻松一些，比较松一点的话，就可能不会那么有呼吸困难的问题。当一个人他紧张的时候，或者是他呼吸困难的时候，他往自己的身体，像自己的衣服这样子呼吸的话，这种方法呢也能舒缓他的心情吧。如果有老人家的话，尽量买一个口哨，就是这样子一个口哨。万一说他真的是有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，他可以吹，就是这样子了。无论你在家里都好，或者是说任何你在户外都好，或者是在你的身旁，至少要有一些饮料啊，比如说hand plus 啊，或者是说一些汽水啊，或是喝水，一些饼干啊，就放在自己的身边，或者是靠近家人常坐的那个地方。万一你有需要用到需要喝或吃这些饼干，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啊会有一些胀气是什么，那么至少我们有这些东西来吃来喝的时候，你喝一些会让我们的呼吸至少会比较顺畅一些。你放一些饼干啊、糖果啊，放在自己的口袋啊，做家务的时候，或者是说他在厨房做一些煮菜的时候，或者是他呼吸很困难的时候，他都可以开一开那个风扇，然后吹一吹那些风。当一个人他呼吸困难的时候，他最主要是什么，就是有空气。那么吹风扇呢，其实是一种方法，推一推我们的肩膀，这样子，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拉一拉我们的耳朵，OK，
拉差不多这样子一分钟两分钟 OK， 打一打我们的手啊手臂、哦、这个也是其中一种方法。种种的这些方法呢，我们要如何去避免它呢？少熬夜，然后少喝酒抽烟，最重要最好是不要抽烟啦、啊、然后第二就是说或者少喝酒啦、啊、来保持我们的环境卫生，身体口腔也是要注意，我们的也是要清理一下，比如说啊刷牙哦，刮喉刮舌头啊，啊这样子啦哈、啊，还有就是说冲凉、哦，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其实我们呼吸很困难的，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鼻孔，我们的呼吸不够宽了。那么当你呼吸不够宽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的鼻子呢，其实有很多鼻毛。那么鼻毛呢，我们就如果男子的话，可能他的荷尔蒙比较多，他的鼻毛就比较多。那么我们其实是需要清理一下，好，需要剪我们的鼻毛。鼻毛呢，导致我们的鼻孔呼吸的管道哦比较紧，那么比较空间比较小，会导致我们的呼吸困难。就是说，很多人为什么会很难呼吸，就是因为这样子。这地上呢，一定要抹干净，好、哦，就算是我们的冲凉房都好，我们都要抹干净，不要让他们老人家住在楼上，好、哦，可能住在底层。长期在楼上的话，长期要爬楼梯的话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。把他们的房间放在楼下，那么老人家呢就不需要爬上爬下，好、哦，这样子呢也会减少他们受伤的几率。今天的话题呢就到此为止啊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The Baba.